这个线是第几盆了？今天？第六盆了吧？第六盆了。嗯，一天200斤肉。小火车聊了，朋友吃，最短的时间内说出来。刚烤出来最好吃的。以后咱再拿水饺一样，你第一碗和第二碗味道不一样。师傅，你在里面抹的那个是什么酱？麻汁。哦，就是那个芝麻酱哈。对对对。哦这大热天的，你看这么多人在排队买火烧。哎，你呀，给一盒几个四块钱。这一个火烧里面肉能放多少呢？2两。一个火烧2两肉，多少钱一个？6块。火烧还是拿火烧的？可以挣。啊？你到到我们现场。多少钱？分了。给一盒几个四块钱。四个数字，两个。你到第一单。挺好吃啊，我是从明旭跑过来买的。咱这里面包的什么肉啊？猪肉大棚，地方名吃的，从事38年了这块。哦，一直就在这个地方做的。跟着当鸡婆干鸡。干几个鸡呢？5天干4个鸡。然后那啥，我干这个。多。现在都便宜有利润了，以前的时候啊不敢加利润。这个现在他有个心理教育啊，你教育高了以后他不吃了，不吃可流量就流失了，6块卖了3年了吧？3年了，从1块钱一个，从1块钱卖到6块钱。像咱这个饼啊，这一个节能卖多少呢？1000个，厉害。做生意取之有道，38年我们得用心做事。现在楼便宜了，楼便宜以后呀、啊，你想不还钱都难，想不还钱都难。咱俩准备后面的，我来了。30元，这是收款8元。很好吃啊，我家子来买。哦，经常来买哈。经常来买。后面有顾客吗？这个最大的一单到了150个，最多一单买到150个，对对对，一个人啊，一个人。这边是济南章丘的秀会大集，这个大集上面呢有一家叫新寨火烧，特别有名气。我们刚刚从这边路过的时候看，很多人都在排着很长的队买这个火烧，所以我们也过来凑凑热闹，来尝一尝。这个是刚出炉的肉火烧，太烫了，哇！它这个火烧里面全是这种大块的肉丁，然后里面拌着那个大葱，章丘的大葱也是非常有名气的。吃起来就是那种咸鲜味的，它没有多余的香料的味道。刚老板开玩笑的时候说，他这个肉火烧就是家的味道，实际上就是家传味的。济南那边做这个肉火烧的还是比较多的，但是我觉得他家这个肉火烧做的不光是实惠，你看它的里面馅都是非常饱满的，关键是味道也非常不错。在一个集上面做这个火烧，8个人在忙。从早上5点半一直做到下午2点半，这个队伍基本上是不停的，每一个集啊都可以做到1000多个这个火烧，很厉害。